大家好，我是曾一涵，给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。今天阳光明媚，那适合干什么呢？适合外出旅游，适合出去游玩。我要去迪士尼玩。等等，给大家看之前在迪士尼买的奇奇弟弟的一个脑袋一个屁股，迪士尼梦想护照，希望可以给他集齐。然后同时呢，今天我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去，我也约上了我的小伙伴，约上了张楠，我们一起去迪士尼打卡。走吧，在静园区这边有个迪士尼世界商店，每次来迪士尼都得买一堆东西回去，我们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Hello， 眼睛都没了。对，这个太可爱了，但我不喜欢可爱的你，我喜欢帅气的你们，搞笑的你们。天哪，他们俩的抱枕，拖鞋，等等，上床，这是给小朋友的吧？我这么高，床单都不够长。哎，我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得买，我现在还没进去玩呢，不能天天给自己增加负担。跟我的衣服颜色也超配呀、我太喜欢他们俩了，不然他们俩谁都不爱。你朋友呢？不喜欢。你俩在里边干啥呢？终于碰到了我的小伙伴，他给我买的帽子，终于汇合了。那也在我这儿比个 pose 呗。视频呢？是真闹的。你的头都晃掉了，给你了。真晒呀！可晒了，真晒呀！眼睛都睁不开，两个眯眯眼。你没人管我们，我们俩就自己待着，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走。真的，像孤儿一样。四季变化，天气也凉快了。我们也都成长。它是粉色的，它是蓝色的。这我第一次来迪士尼坐旋转木马。叶子谢了，我的机会变多了。所以我相信一切都安排好。你好，是永远不会变。我们打卡，有个披萨。就像我们的手相牵，永远不会变。你和我陪伴在身边，像坚固的墙。我们是玩七个小矮人，我是白雪公主，我是白雪公主。行，我是小矮人。来来来，什么感受？是不是好像好玩？好玩。哎、过去了，我们现在去玩加勒比海盗。我们刚玩那个过山车，我们俩都觉得没什么特别吓人的。这个我玩过，它可不好玩，特别慢。那还好，都是你玩吗？但是我实在太笨，不知怎么做。可是把戒指拿出最好呢。真的好冷。我在推我手都已经张开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睡不着，你有点难忘，有你的相片我细心收藏，日暮晨曦我都陪你去眺望，认识的时光一点点拉长，还是不确定你喜欢我吗？ But you have always been my Disney princess。